请掀开经本，课会第47面最后一行，何以故？若邪定句即不定句，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这是这一品经最后一段。昨天跟诸位报告过，经文讲到这个地方，把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都介绍出来了。最后这一段讲呢，觉证即果啊，这个课题的文字是非常的肯定啊，让我们读到之后丝毫疑惑都没有啊。意思是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哪怕是边地已成往生啊，这个还不入品的边地已成，都可以说他决定了在极乐世界一生当中能证得究竟佛果啊。我们看这个语气是多么肯定，一尘往生，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过，在往生传里面看到过啊，这个一般同学都知道，这个袁弘道往生呢，他是生在边地一尘，祖师大德在经论里面告诉我，凡是生到边地一尘的人，都是信心不足啊，但是他很用功，他真干，他要不真干呢，他就不能往生了。真干为什么生到边地一尘呢？第一个怀疑，这佛讲的到底极乐世界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他这个犹豫不决，犹豫不决的，万一是真的呢？那我就真的往生了，那假的假的就算了吧。所以他是很用功啊，真的在具足信愿行啊，就是这是第一个人疑惑啊，佛讲的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啊，不敢做这个决断。第二个呢是怀疑自己，我自己业障很深重，我这能往生吗？但是他也具足了信愿行啊，所以由于这两种疑惑，只要有一种他都不能入品啊，你像这个下下品往生他都没有分啊，他生到一尘里面去了，但是他确实具足往生的条件啊，就是疑没有断了。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生到一尘，他要忏悔啊，一忏悔呢，他就能入品了啊。忏悔的时间最长啊，不会超过500年。500年是讲我们世间的500年啊，不是讲极乐世界。这前面我们念过了，极乐世界里面没有年月日。啊，十分跟空分呢，在那个地方，凡是往生的人，可以说通通都突破了。我们
现代科学家的术语叫突破了时空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空就没有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空间没有了啊，就是距离没有了。所以他们有能力每一天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供佛啊。拜佛供佛是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了是修慧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修福修慧的机会就圆满了啊。我们不能说多，圆满了啊，福慧双修啊。那第二个呢，这个时间突破了。时间突破就是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这是我们这个世间多少人啊，自古以来呀、啊，想突破而不能够突破啊！我们不能回到过去，我们不能进入未来啊！这时间没突破啊！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球上，无论到哪个地方都有空间的障碍啊！现在交通虽然便捷，我们从这里到美国也要飞十几个小时啊！如果说是时间没有了的话，那就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念头一动念呢，人就到了，你说这多方便呢啊，就这样，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这个科幻呢、啊，在西方世界完全兑现了。啊，这是说明他们那边呢众生生活的自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不仅仅是修佛。啊，在我们中国道家甚至于儒家啊，现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宗教经典里面没有不注重清净心的。啊，我们这一章的这个经里面经文不长啊，它要分三段。第一段呢，清净平等。啊，这里面有三个小段，你们在课判里面都看到啊，净平等，心平等，乐平等啊。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乐是平等的啊，不是说啊佛菩萨他享乐比我们超过我们，我们比他要次一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是平等的啊。那么我们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不修平等心。很重要啊。啊，这些都在三字梁里头。啊，心愿行呢都在三字梁里头。所以这个三字梁要细讲啊。啊，我们到底下的经文跟诸位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往生啊？所以下面是三辈往生啊，心平等是非常重要啊，因为平等才清净，不平等是决定不能够得清净心的。啊，心净则佛土净啊！啊，这个祖师大德常常挂在口头上劝导我们啊。那么第二段，这是生到西方，你就能证到极乐世界啊。这个幕后，今天我们念的这一段，真是因果啊。
啊，这个往生的因跟果一定要懂得。啊，我们深信因果。那么它的因就是定，正定居啊，决定往生。八正道里面，正定是最后的一条，我们要懂得。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是真正的得到正定居，八正道里面每一条都去做了。八正道是后后生于前前。啊，有第一个不见得有第二个，有第二一定有第一，啊，那么正定是摆在第八了，啊，所以八正道圆满具足啊。大小乘讲这个三句，啊，昨天简单的跟诸位做了报告。今天我们要偏重在净宗，啊，净土怎样讲这个三句？祖师大德说得好，隋朝。慧远法师啊，在历史是两个慧远。这个东晋时候是我们庐山慧远呢，那是我们净土宗的初祖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隋朝也有个慧远法师，名字完全相同，但不是一个人啊，在历史上称他做小慧远。也称为隋朝的时候慧远，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这个注解流通的很广啊，因为在古注里面呢，他注得好啊，所以许许多多讲《无量寿经》的都参考他的注子啊，所以我们对他呢也就比较熟悉了。他在《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位啊，位分不退，名为真定。”他说：“不管是大乘、小乘众生，凡是生到极乐世界，通通是真定，包括。”边地一乘往生在内，边地一乘呢，不过就是多耽误五百年而已啊，五百年在我们这个世间呢算是很长啊，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不长啊，所以只要一念回心啊，相信佛的话，决定正确啊，决定没有疑惑，相信自己啊，纵然过去今生造作无逆十恶的罪业，只要能忏悔就能完成啊。唐朝张善和的例子大家都很熟悉啊，张善和是杀牛的，临命终时牛头人来讨命啊，这个是地狱相现前。他非常恐怖啊，大声在喊救命啊，所以说云豪啊，他的机会也碰得巧，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经过，听到里面喊救命，这个出家人就进来了，什么事情啊？
哦，他就叫的说，好多牛头人来问我讨命啊！这个出家人吓得了，点了一把香，啊，拿给他，放在他手上，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听到这句话之后啊，就念啊，大声念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声，告诉大家，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他是临终啊，一念十念往生啊，证明48愿第18愿呢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张善和给我们做出榜样，这个榜样是增长我们的信心。啊，我们造作极重的罪业都不怕，只要肯回心转意，啊，忏除业障，就回头是岸了，这个重要。啊，但是千万不能侥幸。哎呀，张善和临命终时还行呢，我现在多造一点恶业没关系，到临命终时，我学张善和也能往生。那你要存这个心啊，问题就严重了。你想想看，张善和3个条件具足，你临命终时有没有这3个条件？第一个，临终时不昏沉，头脑清楚。啊，诸位同学在日常生活当中细细观察，你看哪一个往生的人，这个是。这个得病重的人呢，死，快要死的人，他头脑那么清楚，稀有难逢啊。啊，这是第一个要紧的条件呢，临终一昏沉就没办法。一生念佛，临终昏沉呢，都没有办法往生。啊，但是在那个时候要靠什么呢？靠助念。助念非常有效。临终昏沉呢，他人意识昏沉呢，他神识还是很清楚。啊，所以那个8小时啊，12个小时助念呢，那个非常非常有效。啊，那么助念最好能够49天不中断。啊，临命终时昏沉的人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啊，他很可能呢，往生。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的啊。那么第二呢，在临命终时是不是能遇到善知识啊？善知识来提醒你啊，怕你在这个时候忘掉啊。啊，人在临命终时都心里面都记挂着家亲眷属，记挂着还有事情没做完的，那就糟了，啊，这样就变成3途6道去了，啊，所以有个善知识提醒你，什么都放下，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有人提醒你。第三个条件呢，这听到提醒立刻就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就能够依教奉行。你要具足这3个条件，临终一念十念是决定往生。如果这3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都不能往生。啊，所以这是我们知道增长自己信心，但是不能够学张善和。啊，学这个是那这一生可能往生会空过了。啊，这是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住真定居。那么还有说一切善恶反复啊，这就是造善业造恶业的成佛愿力生彼过者。
出不退故，是名真定。这一句也非常重要。我们念佛往生，全靠阿弥陀佛48愿本愿威神的加持啊！一定要全心投靠。什么叫全心投靠呢？不能够夹杂丝毫杂念在里头，就是全身投靠啊！要把这个世间一切尘缘统统放下，包括这个身体都不要有丝毫留念没有丝毫分别执着一心一意只是求生净土，只是求阿弥陀佛来接引佛是决定有感应的一定会来接引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纵然边地已成往生的不算在里面这个三杯九品是肯定在里面的三杯九品呢，那就包括凡圣同居图下下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了不得了。阿惟越智菩萨不但是正三不退呀，圆正三不退。因为正三不退在华严经里面，圆教初住菩萨就是三不退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就这三种不退都得到了。这些讲习里头也常常向大家报告的。但是我们的听众不是像学校的固定的由今天才来的也可能今天头一次来听经的那么不说说呢他很难理解那么我们讲不退转呢，这个很不容易我们之所以学佛学得这么辛苦，就是进得少退得多麻烦在这里，如果只有进步没有退步凡夫作佛一生肯定就圆满了，哪里要什么无量界三大僧祇劫，不必这么长的时间这就是进得少退得多。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正到阿罗汉果，位不退了三种不退它是正的一种正到菩萨的果位才正到第二个不退位不退，行不退但是念还不行，必须证得化身菩萨的果位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破一品无名这一份化身这个时候呢才证得念不退那三不退都证得了，证得不圆满怎么说不圆满呢？这三种不退里面，位跟行这两种是圆满的，化身菩萨是绝对不退转的。但是那个念呢，还是进进退退的进进退退呀，它有底线，底线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它不会退到初住以下
啊，纵然他很高的位置退了，他退的底线是莲初住菩萨。到什么时候念才不退呢？一般大乘经上讲的七地以上。啊，七地以上是八地呀。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啊，七地还会退呀。啊，还会退，八地是完全不退。那八地你看看叫不动地。啊，这就是说明奥维越智菩萨了，是不动地的菩萨。这真是讲不通啊。凡圣同居土啊，下三品往生，一品烦恼都没断，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居然是跟八地菩萨一样，圆证三不退，谁相信？真的是没人相信啊！所以这个法门称为难信之法。啊，那么我们能够相信？完全是相信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如果不是弥陀本愿加持，真的做不到啊！于是我们这才真正体会到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我今天听到一个同修打个电话告诉我，旧金山妙净法师往生，这个往生很久了，好几年啊，他跟我也是老朋友啊，他是谭虚法师的学生啊，谭老在战后，他在香港办了一个华南佛学院，他们是这个佛学院的学生，啊，这个非常难得啊，这个学院的确出了不少人才，啊，年龄呢跟我都差不多。妙净大概小我两三岁的样子，啊，他学唯识的，啊，在这个时代学唯识的人不多了，啊，老一辈的也没法师，啊，是我们新加坡的学唯识的，啊，很可惜没有传人。啊，这个学为师，听说他往走的时候啊，念阿弥陀佛走的，啊，所以他有很多学生感到很奇怪，啊，他怎么临走的时候，他不去往生弥勒净土，他怎么到弥陀净土去了？啊，这也很值得我们去反省。啊，聪明啊！啊，弥勒净土的确不容易，条件太高。弥陀净土容易，啊，只要一心称念，没有不往生的。啊，妙净是个很好的法师，他是东北人，啊，在美国我们常常在一起。啊那么这就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圆证三不退，那这就是真的啊，不退转就是真的。从究竟来说，古德讲，只要你往生净土，不问凡圣，
凡是六道凡夫，圣是小乘声闻缘觉，大乘菩萨，菩萨从初信位的菩萨，那都是菩萨了，那都是算圣人的，因为他们至少已经证得位不退，绝对不会退转做凡夫，就像小乘初果，小乘初果也证得位不退，绝对不会退落到凡夫位，也就是说他虽然还没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他在六道天上人间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只是天上人间往返七次，不会超过第八次他就证阿罗汉。这个时候如果遇到有佛出世，他是佛的声闻弟子，在佛会下的证阿罗汉果，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呢这些声闻弟子一样。如果没有佛出世啊，他一定是独觉，就是以辟支佛身份成就，他不会到第八识。我们常讲呢，克期取证的，他真的是有时间限的，他一定成就，所以这些都是真的，都是圣人，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向如来究竟大涅槃的果位精进，这是一定的道理但是四徒三杯九品在时间上不相同我们在观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如果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圆教初住以上的，他们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时报庄严处到那个地方去花开见佛那个太快了那么像凡圣同居图下品下生的这个观经里面讲要十二劫十二劫才能够花开见佛十二劫在我们看起来这个时间好长好长十二劫。可是你要想想佛在一切大乘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凡夫修行无论是大乘是小乘，你先要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然后断尘沙烦恼超越十法界就这一段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老实讲说无量劫不是短时间经上常常讲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这个修行是不算的，没算在之内三大阿僧祇劫是说你破一片无明这一分法身，就是圆教初住菩萨从断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那一天开始，就是初住正得初住这天开始，修到究竟圆满的佛位因为这个华藏世界菩萨有41个阶级
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有41个阶级。这41个阶级呢，就要修3个阿僧祇行。这经上说得很清楚啊。第一个阿僧祇劫修30个位次，叫三邪啊，是住啊，是行是回向，30个位次，一个阿僧祇劫。第二个阿僧祇劫修7个位次啊，从初地到七地，越往上去越困难啊，越难修啊。第二个阿僧祇劫修7个位次，第三个阿僧祇劫修3个位次，8地、9地、10地，啊，等觉还没算进去了，还没说了。其实从这里看起来呀、啊，这么越往上越那么难，在我想等觉至少这1个位次就是1个阿僧祇劫。啊。那么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一品烦恼都没断。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12劫，那这个就太快太快了。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文殊普贤在华藏世界到处劝这些菩萨念佛求生净土啊。华藏世界的教主是毗卢遮那如来啊。啊，文殊普贤呢是毗卢遮那的大弟子啊，哎，他在那里时候叫这些同学们统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们想想这什么味道？啊，如果今天我们这个道场有一个人在里头要的时候，哎，这不行啊，我们到那边去，统统的去，这个道场的主人会生气呀、啊，你怎么把我的这些信徒统统拉跑掉了？这成什么话？那肯定是这样的呢，啊！但是在华藏世界呀，毗卢遮那佛不生气，毗卢遮那佛看到点头，哎，很欢喜，嗯，不错。在华藏世界，原初住要成这个无上果位呀，三大僧祇劫，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大概1天2天就成就了。太快了。啊，所以这个十方诸佛法界这里头有这么个特别法门。啊，特别的捷径。这个法门在这个大世界里面许许多多菩萨都不知道。啊，佛知道。佛也常常给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呢？这些菩萨们听得不相信啊，他们执着，哪有这种便宜事情啊？总认为修行是很困难，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啊，哪有这种便宜事情啊？所以不相信，那就慢慢来吧。啊，到什么时候才相信呢？到他证到地上的时候就相信，登地就相信啊，这华严经上说的，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这个开始我们就明了了。十地菩萨的始是初地，终是11地，就是等觉。换一句话说呢，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啊，十地菩萨呢决定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他明白了，
三贤还不懂啊，还怀疑啊，不相信啊。啊，登地的时候智慧开了，啊，这个是对佛说的没有怀疑了，啊，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那么多？你懂这个道理，你读了华严，你才明了。弥陀经上说的住上善人聚会一处，他是恍然大悟啊！啊，十方世界的那些地登地的菩萨都去往生，那就是住上善人啊！啊，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就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啊！啊，你然后才真正了解一切法门，没错，是平等的。啊，《金刚经》上说的很好，诸法平等，无有高下。啊，但是根性，众生的根性不平等。我们有机会，有这么一个缘，啊，这是过去生中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只要能完全相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依教修行。啊，经上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无量寿经经文并不长，啊，如果你念得很熟，从头到尾念一遍不要一个小时，啊，每一天要读诵，要依教奉行，啊，我跟同学们说过，你能够把这个世间一切万缘通通放下，能够落实无量寿经的教诲，把无量寿经里面讲的道理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无量寿经里面的一些教训都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你能够百分之百的做到，我就保证你上上品往生。啊，上上品不得了啊，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啊。那就是百分之百我做不到，打个九折，那九折就上中品往生。打八折呢，那就是上下品往生。九品往生呢，到最低的，最低你要做到两成啊，两成都做不到了，往生没办法。啊，这部经所讲的最低限度你要做到两成。啊，认真努力去做啊。啊，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梦幻泡影啊。啊，般若经上讲得好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常常叫人观身，啊，我这个观身不是四念处，啊，我这个观身呢是叫你提高警觉，啊，观身观什么呢？晚上睡觉，你看眼睛一闭，不跟死人一样吗？有什么差别呢？那第二天就又活过来了，那每一天晚上都要死一次啊！如果这一死了就不醒来的时候就完了啊，这是事实啊！啊，这个要提高高度的警觉啊！啊，你说晚上是躺在床上，眼睛一闭，什么是自己的？身体都不是的。啊，睡熟了，你们身体带走你都不知道。啊，我们常常做如是观呢，你就开智慧了，你对净宗这个法门呢，死心塌地的就修修，啊，不再有妄想，不再有杂念。啊，这一生当中啊，决定要成就。啊，这是对自己的要求，啊，决定要成就，啊，所以祖师大德讲得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定向涅槃。啊，这是如来究竟的果位啊！啊，定去善行。啊，果然你有这个心愿行，你具足这个善愿行，心愿行，你决定不会作恶。啊，不但你的行为不会作恶，你的言语不会作恶，你起心动念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起心动念都是无量寿经。啊，你不会有其他的念头。啊，你的言语一定跟经相应，你的行为也跟经相应。啊，这个就是定趣善行啊。啊，这就是定句，正定句啊。那定心六度，定得解脱。六度是菩萨住在这个世界生活行为的标准啊。啊，这个标准意思很深。第一个布施，布施是放下了，你真正能放得下。啊，放下呢，就是圆满的布施波罗蜜。啊，你真能持戒，啊，持戒是没有恶念的。啊，我们知道人的行为是受意念的支配，你心要不悟，你的言行怎么会有过失呢？啊，心地不善了，这个言行才有过失啊！这一点同学们不可以不知道啊！如果我们还有恶言，还有恶行，你就知道你的心不善，你的心很恶。啊，心恶不能生净土啊！心净则佛土净啊！啊，这个是生净土的真因呐！啊，忍辱波罗蜜一定具足。啊，为什么你能忍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无论是顺境是逆境，你接触的时候起心动念了，你把这一句经文念念，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马上就平了，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了，你就入真定去了。啊，那个心要一动呢，一动的时候不是邪定去，就是不定去，就不定了。啊，所以古大德常常提醒我，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这个觉就是觉照，啊，一种提起弥陀圣号，啊，南无阿弥陀佛，把那个念头打掉，啊，快，啊，念头才起来，第二念呢就是阿弥陀佛。把前面念头打掉。另外一种呢，就是观照，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都能够把你这个外境的干扰啊，马上就打掉了。啊，所以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凡是过失，就是他
他这个恶念呢，他第二念还是恶念，念念相续，麻烦了，这个就造业了。无论是善念恶念，都不让他相续，就好。这个念头立刻第一念起来，第二念就能够把它止住。这叫真用功，这叫慧用功。你看宗门祖师大德了，这个勘验学人常常问的是你慧吗？我们念佛也是这样的，你慧吗？慧就是第一念起念头起，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你会吗？你要不会，第二念还是第一念的相续，这就麻烦。这个必定呢就造业了。所以住镇定居的人，六度一定圆满具足，不但六度具足，十大愿王也具足。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华严会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啊！他那个对象呢，是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师。普贤菩萨度他们的，不是度我们的。所以十大愿王是度41位法身大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说这个多么殊胜。那么这个就说明念佛人都是住在真定居。但是你要晓得，这是真念佛人，不是假念佛人。现在真念佛人不多啊。我自己是不是真念佛人，要常常回光返照，细心观察自己是不是真正念佛人。如果我们心里还有杂念，还有是非人我，还有名闻利养，还有利害得失，这个东西还没有放下，不是真正念佛人。那么这样成就呢，不可靠啊。靠不住啊。真正念佛人，你要晓得中国的文字这是不能改的呀。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你看看那个念字是什么意思。上面是经，经就是现在，下面是个心呢。现在这个心呢，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这个叫真正念佛人。所以大势至菩萨，你看在圆通章里面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呀。都摄六根就是住镇定居，净念相继，这个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我们怀疑心不清净，夹杂呢念不清净。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啊。这叫净念呢，相继是不中断，不断的。功夫真正好的人，昼夜都不断。他睡觉，所以他梦里头他也念佛。起心动念的时候，他跟经、跟佛号通通相应。
啊，到梦中能有这个境界呢，那就恭喜你，你往生呢已经肯定，啊，决定没有问题了，希望能保持。啊，这个保持是决定不会被外面境界诱惑，啊，你才能保得住啊，啊，保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啊，最重要的，你能保持。啊，保持才能达到究竟圆满的效果。啊，这不单是在佛法上，在世法都不例外。啊，世法里的最明显的是历代的帝王。啊，都想啊，这个帝王啊，传到子孙呢。子孙晚代呀，啊，所以他也很认真地教他的后人，啊，后人都能够明理，都能够遵守，啊，前人所制定的惩罚。他就能够代代相传了。如果这个后代人呢迷了，啊，迷于五欲六尘，啊，违背祖宗的教训，他的王朝肯定是被别人取而代之，啊，他就国破家亡了。啊，所以那些帝王教后代，我们佛门讲六合，他教三合，三合能做到，他的王位世世代代都不会衰。这个三合就是你们到北京故宫去看呢，那三个大殿的名字：太和、中和、保和。太和是道，中和是德，啊，保和就是你要把道德永远保持住。孔夫子讲，和为贵也，啊，人与人之间要和，人与天地万物要和，人与一切众生要和。啊，不和！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就是不和啊。社会动乱了，众生不但是人，连畜生，包括植物，都生活得非常辛苦。啊，所以我常常劝导从事于化解冲突、啊，促进安定和平的人，我叫他们观身，从观身里面呢启发智慧。啊，首先我们一定要肯定，宇宙是多元的。世界是多元的，啊，不是一元的，是多元的。多元就要活，一元就不必活了，就是那谈不上活了。多元一定要活，啊，不能够歧视别人，啊，我叫他观身，你自己仔细去观察，啊，婴儿出生，你去看。啊，那个小小的身体，啊，他外面五官具足，啊，眼耳鼻舌，那眼不是耳，耳不是鼻，啊，
这就是每一个器官就是一个族群，就是一个文化，就是一个宗教，这许许多多合起来，合成你的一个身，里面五脏六腑。你看看这么多器官，这不同的器官，他们都能和睦相处。啊，这个是生下来就是这样子，这叫太和啊。啊，太和不是人造的，是自自然然的。自自然然，这叫道啊。我们随顺他呢，这就得了。随顺就是中和。啊，所以要用中啊，中就是不偏不斜。啊，不偏不斜，这就是中啊，要随顺。你不能改变它了，你要是改变它、破坏它，那就错啊，必定就有灾难了啊！人有两个眼睛，哎，你说两个眼睛太少了，我再去装一个眼睛，是不是？你搞三个眼睛，你的灾难就来了啊！为什么呢？破坏大自然啊，破坏自然的法则，自然的法则是太好。啊，随顺自然，自然法则就是中和。啊，最后最重要的，你要能保住啊，保护啊，啊，世世代代能够保住啊，这个王朝永远不会衰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古时候家庭里面，啊，这个长辈叫这个晚辈叫这个道理。他家不衰，啊，世世代代家里头都能出贤人，家不衰呀。那么现在诸位，这个社会呀，走上工商啊，这个社会，你们的公司行号要懂得啊，太和、中和、饱和，那你的事业兴旺啊，也是永远不会衰呀。啊，你要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也许公司的时候。不到你年老的时候就倒闭了，是吧？这我们看到很多现象啊，你研究研究，什么原因呢？破坏了自然法则啊！所以我们从这里，从观察身体，这个就是能开智慧啊。但现在呢，破坏这个身体自然生态的很多啊，哎，破坏很多啊啊！最明显的。美容院那就是破坏自然生态的一个场所啊，你到那些美容要改变吗？啊，这就破坏自然生态啊。那第二个呢，医院外科手术，哎呦，这个太可怕了啊，决定不能去啊啊。你看我们在北京认识有几个很有名的这个中医啊，中医确实有很高明的理论的 啊。遇到这个癌症的人啊，他们告诉我的时候，如果没有经过外科的这个手术，大概都可以救，都能治好。如果动过外科手术的时候，中医说最大的这个帮助，用中药的时候能够维持你三个月，没救啊！啊，这是他们这一些这些中医的大夫救过不少人，西医放弃了，啊，坚持不接受这个手术，啊，西医放弃了，找他们。他们用中药来救他们，啊，救了不少人呐，啊，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祖宗5000多年的文化了，西医也不过是200多年，不到300年的，哎，西医就是跟现在这个科学技术一样，破坏地球生态平衡。我们这个身体就像一个地球一样，他们用的方法破坏平衡，
第一破坏平衡，后遗症太多了，就灾难太多了。要懂得太和，懂得中和，懂得饱和。所以我上一次从印尼回去之后，真是受的风寒呢，这病的是不轻的。我不看医生，我也不吃药，我好好的休养，让它慢慢的恢复。恢复虽然慢，但是健康，这个一定要懂得，为什么呢？一找医生，一吃药的时候，好，破坏了我这个生态平衡，是不是？那个后遗症可麻烦大了，是不是？所以我懂得这个道理，决定不干这个事情。这点是提供同学们呢做参考啊。这个呢，都是与此地讲的定居、正定居有关系。你心要清净，心要有自信心。那尤其是佛告诉我们，这最高的指导原则，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的心清净，心健康，这个生理调适很容易。为什么？它随心转嘛。不可以有怀疑。我这样子，我这个能转得过来吗？就没有效果了。你怀疑就没有效了。所以决定不可以怀疑，自己要有坚定信心。这是佛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意念，用自己的精神，把我们受了伤的那些细胞的时候，通通恢复正常。这是肯定做得到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对这个水的试验，证明水懂得人的意思。我们以善意对待他，他这个戒境非常之美。所以他说的很好啊，他说这个信仰宗教的人，在吃饭呢吃东西之前的时候做祷告啊，这是好。这一祷告的时候，那个东西品质的时候变得非常好。比那个没有做过祷告的时候那不一样。这就是意念。所以世界灾难能不能化除？能化除。只要众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善念，来祈祷和平，这个灾难就化解了。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嘛。那每个人都想灾难的时候不得了，这灾难是非常严重，马上就来了。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了，尤其现在经过科学的证明。一点都没错啊。这个最近这是今年刚刚出来的他的报告第三册。他一出来之后就寄了100本给我。江本博士这个里面呢有对宗教的这个实验。做了试验，试验的时候，他是用玻璃瓶装的水，把这个宗教每一个宗教名字写的贴在这个玻璃瓶上，贴佛教、基督教、天主教，这个印度教、伊斯兰教，我都贴上这个标签，那么隔了几个小时之后，把这个水。拿去在显微镜下面就观察，那个结晶非常之美。那么我这些年来都在搞宗教大团结了，他就做个实验，把这几个教的时候通通放在一起，做了一个实验，那个图案也很美，就说明宗教是可以团结的，是应该团结的。他那个图案上的时候，他很不可思议，还有个人头。现在有一个人的头像，这个大概你们能够看到这个，那个江本博士的，这个人就是法师的，是吧？
他是用那个幻灯片的时候放出来给我们看，看得很清楚。对，有一个人像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心要定，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这是世尊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说的啊！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我们决定能成佛啊！这一生决定可以成佛，决定可以往生，决定信仰释迦牟尼佛的教导，信仰阿弥陀佛的本愿威神加持，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真定去，功夫好的人，啊，功夫好就是信心清净，决定没有怀疑，啊。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跟我们讲信啊，他讲六个字啊。第一个信自己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宇宙、法界、刹土、众生啊，从哪里来的？现在科学、哲学都在探讨这个问题，都没有达到结论，啊，说法很多，都不足以服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是我们自己心变现出来的，啊，就像做梦一样嘛。梦里面的境界从哪里来的？不是你自己意识心变出来的吗？梦里有虚空啊，梦里都有法界，梦里面有刹土，有众生呢。啊，就现在科学里面说，哦，这是我们的意识心啊，下意识变现的梦境。佛告诉我，我们这个世间呢，如梦如幻呐，一点都不假了。啊，这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是我们自己真心变现出来。那么现的这个境界相千变万化，它为什么会有变化呢？识变。什么叫识呢？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那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才变现出十法界，才变现出无量法界，是这么来的。所以真心能现，妄心能变，真心妄心都是自己的心。欧耶大师叫我们信自己，就是信这个。啊，极乐世界是我心现的，是变的。阿弥陀佛，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啊！阿弥陀佛不是外人呐，是我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呀。啊，净土也是我自己心变现的，自己心里变现的，我自己要去，哪有去不成的道理呢？那你还会有什么障碍呢？头一个要信这一条，啊，第二信他，他说他就是释迦世尊跟阿弥陀佛，因为这个法门释迦世尊介绍给我，这个介绍人我们相信他，啊，他决定没有妄语，他决定啊没有这个欺骗我们，啊，那么其次呢，信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信他了。第三个是信事，确实有这个事情。第四个信理，啊，事有道理，理明白之后，事就不会怀疑了。最后信因信果，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正因，正定句是因啊。往生不退成佛是果啊，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那都叫做正定觉啊。所以往生之人啊，不论凡圣，不论往生在哪一个土、哪个品位啊，都
不可以说已经如真定句，都可以说他一生当中决定成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是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无量寿，往生的人也是无量寿。啊，就是下下品往生，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我们在前面念过啊，净平等啊，净包括我们的身体。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你的相貌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身体也一样，绝对不会变成两样啊。我们现在画画了画点啊，西方极乐世界图啊，阿弥陀佛画的那么大，做的当中啊，观音世制比较小一点，往生的人一个个都画的那么小，错误啊，那是凡夫心画的，那不是真正的，真正完全一样，决定你分不出来。我们凡夫看到完全一样，分不出来，但是那边的人都有神通啊，都知道，绝对不会认错人。妙不可言呐！啊，所以极乐世界是真正平等的世界。啊，你就是诸佛刹土，诸佛刹土并不平等。啊，为什么呢？它因不平等。每一个人修行功夫不一样。啊，你就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这个41位化身大士，它41个阶级不平等。为什么呢？断无明不一样吗？你初住才断一品，二住断两品。啊，初行位的菩萨断11品。啊，等觉菩萨断40品，还有一品没断。它不一样啊。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的程度不相同啊。啊，可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它平等的，它都一样，啊，实际上里面呢，它程度不一样，但是在外面外表的时候完全相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个就是弥陀48愿威神的加持，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弥陀大愿，深广无尽啊。不但是已经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住正定居，决定一生证得无上菩提，啊，乃至于十方世界里面的众生，现在在修净土，真正发心啊，放下万缘，祈求往生的。也是真定句，啊，这个话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啊，乃至于邪定句跟不定句的人，现在不相信啊。啊，现在听到这个法门摇头啊，啊，我们晓得佛在大经上呢告诉我们，所以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不相信，但是呢，我们今天在这说的佛像他看到，看到之后，我们一般人讲印象啊，啊，就落在他意识里头。这个印象拿不掉的，这个就是他将来念佛往生的种子，金刚种子永远不坏。现在不相信啊，我们知道，或是来生后世才相信，或者是无量劫之后因缘成熟了，他还得相信。那么由此可知，所谓不定句、邪定句是暂时的，
正定居是永恒的。正因为这样一个道理啊，这个事理因果，我们通达明了了，所以我们有义务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众生。啊，这一切众生，我不说有缘众生，有缘无缘通通介绍。啊，怎么介绍呢？让他看到这个佛像，让他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就给他种善根。啊，我们就是接引他往生净土了。啊，这个接引不一定是这个这一生成熟，这一生不见得，来生后世无量劫后啊，准能成就。啊，尤其是早年我在学经教的时候，啊，我的老师常常提醒我们要跟一切众生结法缘。啊，你要不结法缘呢，你虽然讲得很好啊，没人听啊。啊，所以要广结法缘。啊，这一句话我们把它延伸，我们今天跟一切众生结法缘，将来成佛的时候就广度众生了，佛不度无缘之人。啊，那我将来成佛之后啊，我那个法缘的时候也希望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要是论法缘都比不上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这个缘结得太广太广了。啊，十方一切诸佛都帮阿弥陀佛跟众生结法缘。啊，为什么呢？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众生，就是结法缘。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啊，当然新加坡是，这是大都市了，比较麻烦。啊，如果你家里面放佛号，恐怕隔壁邻居会找警察来干涉你。那么住在澳洲呢，就没有这个机会啊，每一个人家院子都很大啊，院子都有树木啊，都有鸟兽啊，野生的动物很多，我们都放佛号供养他们了。啊，日夜不间断啊，我们也播放讲经的录像带给他们听。啊，跟一切众生通通都结法缘，那蚊蚁麻蚊虫蚂蚁都结法缘。啊，处得好啊。啊，这个我有一天早晨起来洗脸，大概是头一天，有人替我这个清洁洗手间，可能是地下掉了什么东西啊，引来的了很多很多蚂蚁啊，我一看这个不得了啊，总是有几千只蚂蚁的时候啊，在这个洗手间里头，我那个洗手间就不能用了，我赶快离开呀、啊！或者是蚂蚁菩萨，你们从哪里来呀、啊？还从哪里去？是吧？我们彼此不能够互相干扰，是吧？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啊，全部没有，很听话了。我们这个关系搞得很好啊，那谁，决定不能动它，不能够清除它。啊，你还要把它请出去，你一个两个可以，那一大群不可以，哎，只有好好的跟他沟通，啊，请他离开。在两个小时之后，我要使用这个地方，啊，他真的，啊，他很听话，很乖啊，他就搬走了，啊，所以一切小动物啊，决定不可以有杀害的心，啊，决定不能有轻慢的心。啊，我们对待佛菩萨怎样恭敬，对待这些小动物也同样恭敬。啊，中国古人讲啊，精诚所至，精石为开啊，我们这真诚的心
跟它就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所以家里面什么蟑螂、这蚂蚁这东西不要害怕啊，连这个蚊虫、苍蝇都不要害怕，你好好的沟通啊，它自己会出去，啊，门窗打开它自己出去，啊，那么要是晚上的话呢，它都有亮光嘛，它的外面院子里头用灯照明，房间里面的灯熄掉，门窗打开，它自然出去，啊，一定要沟通。决定不可以伤害，伤害的时候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麻烦可大了。这些东西从什么地方看呢？现在是农作物，你看农作物时他们都要用农药啊来杀虫啊，越杀越多，杀不尽呐 啊而且这个农药的时候，我听他们这个种植这些人说，农药有效期间只有六个月，啊，为什么？六个月之后啊，它是那些小虫的时候，它有抵抗力，啊，这个农药对它就没有效了，必须又要发明新的农药，啊，那个分量要加重，到最后的时候都是人受害，人吃的东西都受害，所以现在东西不能吃啊，很可怕了。啊，我们在澳洲这个地方算是不错，我们自己种自己吃，啊，我们没有用化肥，啊，没有用农药，啊，完全是让它自然生长，啊，那我们使用的肥料呢，都是这个树落下来的树叶，啊，这个树叶我们把它埋在地上，让它慢慢的腐烂，它就变成肥料了。啊，地上挖一个坑啊，收集这些东西啊，大概一两个月之后就变成堆肥啊，这是非常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用真诚的心、清净的心、平等的心啊，跟整个宇宙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啊，以往没有学佛，不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也害了不少众生啊。所以菩提道上的路啊难走啊。啊，为什么呢？冤家债主太多了嘛。过去我害他了，现在他要害我，要报复啊。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形，欢欢喜喜忍受，知道什么呢？哦，这个讨债的来了，呵呵，要账的来了，赶紧还给他。啊，欢欢喜喜，不要有丝毫计较。啊，特别毁谤、侮辱、啊陷害的，啊，不论是有意无意。我们知道都是过去生中或者是这一生没有学佛之前跟众生借的原因啊，遇到之后啊，虽然我们每天诵经念佛拜佛都回向给冤亲债主啊，啊，他接受了，这个冤就化解了。还有啊，那个恨怨恨很深呢，他还不服气啊，还不接受啊，啊，偶尔也会碰到，啊，碰到呢，我们欢欢喜喜接受，账啊就了了，就结了，下一次再遇到呢，就是好朋友了，啊，就同参道友了，哎，所以佛门里面、道场里面啊，为什么大家的时候相处？不能够和睦，都是勾心斗角，你要晓得都有原因的，都不是简单的啊，过去生中都有冤业啊，现在遇到了，所谓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道场也不例外啊，道场也是冤家来聚头啊，所以明了之后啊就好处了，不明了很难处啊。
你这个每一个人心里不服啊，心不平呐、啊，哎，明白之后啊，心就平，心平气就和，啊，就能跟这些人和睦相处，啊，不管他用什么对态度对我，我对他都诚心诚意，啊，他板着面孔对我，我笑脸相迎，啊，慢慢的那就化解了嘛，啊，那么这都是。在大乘教里面学到的，懂得理事因果啊，啊，所以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化解怨恨，啊，要化解无量劫以来跟一切众生这些怨对，啊，要懂得化解。老子所说的何大愿？他后头有一句必有余愿。啊，这个是写现实的环境。啊，必有余愿。余愿怎样化解，这是大学问。啊，镇定句能化余愿。这个幕后一句啊，不能了知见利比因故，这是说什么？说邪定的人，心情不定的人啊，这两种啊，在我们修学同学当中呢，占大多数啊。这个邪定跟不定的，什么是邪定？邪定之人，他把这个身呢看得很重，严重的执着啊，执着这个身是魔，要为自己这个臭皮囊服务啊，要为他造业呀 啊你看饮食。啊，为饮食造多少罪业？饮食是为谁？为舌头啊！舌头下面就不知道味道了。三寸不烂之舌，你这一生当中为他造多少罪业？举例一个例子来说，不值得吗？啊，这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为这个身造名闻利养的业，造是非人我的业，造贪嗔痴慢的业，这一生当中算算就算不清了，啊，这还得了吗？所以不能不觉，啊，不能不回头啊。回头是岸呐、啊，真正觉悟了，不再为这个身造业了，那你就是入真定去了。你还放不下，还为这个身的什么造业，不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还有自己喜欢的、讨厌的，这就很麻烦了。所以饮食一道，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他老人家早年的僧团托钵啊，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托钵又不是托一家，规定是托七家。啊，如果这一家他供养的这个饭很多，你够吃了就不到第二家去，看看不够再到第二家、第三家。啊，托七家还不够吃，不可以到第八家。啊，叫你什么？知足常乐嘛。啊，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的念头打掉。啊，那么这一波饭
平等参呐、啊，平等是最殊胜的，是最圆满的。啊，不管什么境界，到修道人面前呢，通通平等。啊，善的不生贪爱，啊，恶的不善的不生嗔恚。啊，要在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起居里面，啊，去修成，把这个贪嗔痴慢修掉。你不在这个境界里面，你怎么能除得掉啊？啊，一定要在境界里面把贪嗔痴慢磨掉、磨平啊，最后归到平等。啊，这个心才真正平等。心平等，境界就平等，境随心转。啊，在天堂里面跟地狱里面的感受完全平等。天堂不贪恋那个快乐，地狱不讨厌他那个苦难。菩萨在六道里头教化众生呢，他住的是平等境界，平等叫一真法界。那不平等呢，叫十法界。六道十法界不平等啊，所以化身菩萨住的一真法界是平等法界。那么平等一定要到正化身平等的境界才能现前。可是现在呢，西方极乐世界一平烦恼没断呢，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入了平等法界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你要不修这个法门，修其他的法门，真的要无量劫的时间，你才能证得一真法界。啊，那么这个法门呢，是在讲是戒生了太多的时间啊，这一生当中就能成就。所以凡是不能真正为了生死，真正发菩提心，真正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都叫邪定啊，叫不定啊，这个就可以说不定。邪定是西方极乐世界虽然很好，这个地方也不错嘛，啊，不想去啊，那这叫邪定啊。包括升天啊，升天跟极乐世界比呢，那还是算邪定，不能算正定。那么说到利益啊，唐朝善导大师说得好啊，他老人家讲阿弥陀佛入正定句的大愿，利益无量无边呐、啊！啊，我们这个世间的利益是迷义，迷是生迷啊，佛门里头没有秘密啊，太深了，我们很不容易理解。没有生命，在西方极乐世界是显义，这个利益是明显的，所以这个差别呢，在这个地方啊。这幕后一句说的意思说得很深，凡是不是真正为了生死，真正为这一生成就，原因就是不能了知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
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快速稳当成就佛果的这个因，他不知道啊。那么这个因讲起来就很长了，我们从前面念到此地啊，这是第22品的啊。这22品呢，都是讲的弥陀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的因缘呐。啊，你认识的清楚，你才欢喜接受。啊，所以这个里面呢，虽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历史在前面介绍过了，你对他不认识，你那个欢喜心生不起来。啊，同样一个道理，我们在这个世间，如果对于我们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渊源文化认识不清楚，这个爱国爱民族的心就很淡薄，甚至于一个家庭，一对你家庭，你的祖宗啊，多少代都清清楚楚明明明明白白，你会很爱这个家啊。如果对你父母一生的事迹都不晓得，那个爱心怎么会生得起来？啊，那么就这一点来看，中国人在我们现在这一代淡薄了。虽然淡薄，要跟外国人比呢，中国人还有根。啊，中国人疏忽啊，对于自己家庭历史的重视，脱了轨呀，大概也不过不超过100年。啊，那么像我这样年龄的时候啊，都受过这个教育，啊，对于我们家里世世代代都很清楚。啊，可能50岁这个年龄就差一些了。啊，那年龄越小的是越糟糕了。啊，现在没人教啊。啊，从前家里有祠堂，啊，每一年这个春秋祭祀祭祖的时候，我们都要参加。啊，每一家都有家谱。啊，我们这个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居住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啊，多少代过来的？都很清楚啊。啊，所以爱家、爱乡、爱国，啊，那个根从这里扎下去的。啊，那么我们一般人对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爱心生不起来呀，爱心生不起来的时候，怨就很难讲了，所以它不能往生。啊，因此这个经啊，经是要介绍，啊，要细说，细说一遍，的确很不容易。啊，我们这个经过去曾经讲过10遍。但是没有说的这么详细，啊，没有讲的这么透彻，啊，这次是第11遍，啊，我们采取细讲，啊，跟华严经的讲法一样，啊，要向里面深入，啊，这样啊，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受用，啊，正如善导大师所说的。我们如果对这个经有相当深入的理解，我们对于极乐世界信念呢能生得起来，这个生起来呢就是真定居啊，利益呢无量无边呐。啊，小本《弥陀经》上说，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于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
戒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就是密意啊，等于说什么注定啊，你决定能成无上佛果啊，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到。你将来肯定会得到啊！那么这个经转说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的经文啊，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下面十方佛赞三辈往生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啊，我们现在知道有好处了，怎么去呢？啊，这下面要告诉我们怎样去的方法。啊，现在我们讲移民啊，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移民。啊，这个地球现在出了麻烦了。啊，麻烦就是我常讲的，地球生态平衡被破坏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换一个环境，啊，换环境呢？想想天上也不怎么安全，啊，虽然寿命长一点呢，那不是就近的办法，啊，真正就近呢，那还是西方极乐世界好，啊，尤其十方诸佛劝导我，真的能去得了啊，不是去不了啊。啊，不是假的，真可以去。我们一定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个机缘掌握住。啊，世间无论什么事情，小事没有大事，真正大事是要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才是真正大事。啊，那么对于这部经就非常重要。我在讲这部经之前，特别告诉大家，这部经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啊，你拿到这部经典呢，你手上就有保证书了。啊，但是啊，你的依教奉行才行。啊，手上拿了这一本，心想的跟经上所讲的不一样啊，还是去不成。那所以一定要把里面的道理啊，这个方法境界通通搞清楚搞明白。啊，那个我们就能够决定往生。这一段黄念祖老居士引用《往生论》里面一段话了，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啊，这是总结介绍西方世界一真庄严。论里的说：“如上种种庄严，种种佛寺，庄严是说的美好。”佛寺啊，经上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留意。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超度叫佛寺，经上讲的佛寺不是指这个啊。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应化了，是度人的，不是度鬼神的。度鬼神呢，他到那一道去。啊，他要不到鬼道，他就渡不了鬼；他要不到地狱道，他就渡不了地狱；他要不到畜生道，他就渡不了畜生。啊，所以不仅仅是观世音菩萨随类化身的，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的，通通都是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
应该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也没有定法可说。这《大乘经》上都讲的很多，我们要理解。既然示现在人间，那就是教人的，它不是教鬼的。那么这个佛门搞的这些佛寺超度鬼神呢，它究竟是什么原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年轻的时候跟道安法师，道安法师在台湾办大专佛学讲座，请我去做总主讲，我那时候还很年轻啊，我就把这个问题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说我不懂啊，老和尚怎么回事情啊？他跟我说的想想也有道理，他说中国这个超度佛寺应该起源在唐明皇。唐明皇这是与杨贵妃扯上关系那在这个是安禄山安史之乱几乎亡国在当时得到这个郭子仪这是一员大将把这个动乱平定。平定之后，明皇就在每一个战场每一个大战场建一个寺庙，超度这个死难的军民那么这个寺庙都叫开元寺，在中国诸位看到开元寺很多，开元年间建的那么这个寺庙主要用意就是超度阵亡将士死难的人民是为这个。他说可能是用国家呢提倡追悼，那真是追悼的意思，所以民间呢也就仿效民间有老人过世也请这个出家人呢来做这个追悼纪念，大概是这么一个起源，所以那个时候是附带的一年偶尔有这么一次两次，不像现在天天干的。从前寺院庵堂每一天做的是什么讲经，你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每一天8个小时讲经他是上课所以我们用今天这个社会的标准来看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呢他的身份应该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他的一生的工作呢是多元文化社会的工作者，而且他做义工，他不收费的所以非常非常难得，值得我们尊敬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佛教的本质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如何能把它再回归到多元文化教育，那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他天天教学它对社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如果我们现在所有寺院庵堂都能够每天有法师讲经这经典很多，喜欢听什么经就到哪一个讲堂它不冲突这样子这个社会风气很短的时间就会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是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这个教育比什么都重要那么这一次在香港凤凰电视台，他们有一个节目，我不看电视，我不知道。节目我也不晓得，也许你们有同学看到过。凤凰电视有一个叫做世纪大讲堂，他说每一个星期播一次，那一边呢找我，要我去给他做一次讲演。那我这次去讲演的题目呢，就是雍正皇帝与多元文化，我用这个题目。雍正皇帝提倡三教合一，
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只有儒释道这三教，三教合一，三教是一家，啊，他提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提所有宗教团结都是一家人，应当啊，我们要推崇，顺着这个雍正皇帝是创办人，是最早提出来的，啊，这个功劳不可以没。所以我要讲这一篇呢，这个上谕，他的这篇上谕，他提倡宗教团结、宗教合作，啊，共同来建创造安定和平，啊，给这个一切众生带来的幸福美满，哎，这个意思很好。上谕里面讲到这个宋文帝，讲到和尚之，啊，他们有一段对话。啊，宋文帝是南北朝时候的人，距离我们现在大概1700年的样子。啊，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啊，那和尚之呢？哎，我今天去查资料啊，他跟我还是同乡，安徽庐江人，是很难得，是我们这个乡里还出了这么一个好人，这个人真的是难得啊，所以也顺便把他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文帝是个读书人啊，读书明理，很可惜啊，他处在那个时代啊是乱世啊，跟我们这一样是个乱世，所以皇帝做得很辛苦啊。但是他这个治理啊，他是真的是提倡教育啊，所以在那个时候还有一段时期的这个社会啊安定，哎，历史上称为元嘉之治啊。他做30年皇帝啊，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是很太平。那么完全靠的呢教育啊，它分作4个科目啊，列4个学校啊，一个是儒学，一个是玄学，一个是文学史学，请4位专家来主持啊，就是公开的这个讲学啊，听众非常之多，对于这个社会风气改变的效果非常殊胜。这个很值得一提，也值得我们现在人做参考。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